然后这里有秒针，这样就是按哪一个？按。今天死的冷水大，我不知道。你妈今天是女生、啊，你要顾吗？有，立伟又来了。对啊，他今天说，他昨天说他不在是因为他空白机死就掉在四楼，然后他就修，然后他说他今天要来控制空白机，怎么掉在四楼？就他昨天空白机啊，他不要昨天开空白机，然后就掉到那边四楼，然后他去救他空白机。他太跑了，没有啊，他昨天呢 啊，他今天要用控制空白机，所以没有用。所以昨天他给别人用，对啊，昨天他就放在这里，然后自己录。不知道哎。你们一定是罗亚勋上的对不对？你懂、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国中的时候篮球就不错，所以他有那个、欸。心脏病还是什么病？系统，对，好像忘记什么病，就不能太激烈。绿色是绿色色壳，红色。上班。是啊。啊，我早到，我先到教室，我还不是表示啊。先去还是先来这里，还不懂吗？臭美女。
哎，这不是饼吗？假的吗？真的。是吗？你要做美宣，美宣就是你的证件，对。他们好像会做，因为他说我要等我太久，因为我觉得只有两个高中人会填。那你找多少人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找谁，还有那个张可找的。谁？陈彦杰、黄友晴、等等等等，还有，好像还有那个英国吧，我忘了谁。陈彦杰是谁？可以啊，我可以跟上你。我可以跟上。他跑完都自知会。蓝色的啊，张贵人有打吗？叫我帮忙拍的，那个有一个摄影师控制，现在有一台空拍机在控制那个摄影师。嗯，因为我刚刚说我想汤姆嘛，到时候上在那个 YouTube， 然后我就说我想帮我拍，然后你就进来帮你拍。
镜片掉了。镜片掉了。撞太大力了，刚刚抢。杨若敏，他今天没眼镜戴。
辛苦了。两班的坦克是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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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什么？老师，我没有做人身攻击，我真的没有讲，就开始在笑。
在其他地方加油。我们谁赢？我们赢了。打延长赛吗？我们赢了。打延长赛哦。结束了。一二三四四。Hello， 注意听我这边。一二三四四三加一三。这台相机不错。是一个外派的摄影大哥，人家刚好，人家可以带表演。还没啦，还有一分钟嘛。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在一分钟结束的比赛，为什么要等？好，高加一。好，下一个。是吗？李伟大哥，还你相机。我敢说你一定录得超好的。你干娘，网络没缴费，你知道？完了。靠北没有网路。那是真是太好了。那边有你认识的吗？哪里？对面啊。啊。有。那个黄建伟，那北京的。黄建伟。有。哪里啊？来。这场。好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录。太矮了，对不对？很好笑。哦啊，他是会不会录进去声音？会啊，干的。但是我会把它剪掉啊。里面就没有你，只有翁先生和
翁先生和小萱萱而已。翁先生他妈谁啊？然后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打篮球那个叫什么名字哦？是翁先生。眼睛很小很小那个。哦，你说廖又翔哦？应该是廖又翔吧？是翁先生。没有，翁先生是翁。翁什么翁什么林啊？翁祥锦。林呢、欸？他不是亭啊，林呢、啊？这是你们班的、啊。我、哦、用这个好偷懒哦，用这个都不用动哎、欸，用这个我都不用动。我发现我空拍机昨天一摔，今天出掉到那里啊？今天出问题了，没有掉到那个厕所啊。那个转角那边啊，转角那边是厕所，1、2、3、4楼啊，很高妹，但你要摔下来就直接爆了。本来是拍很帅的，结果就掉下来了，还好掉在走廊。哦，新民懒王哎，最懒的。对，慢慢的啦。对。我要去练球。你要去练球？你今天有比啊？哇，那我直接拍你这一场就好了。很中二的画面哎，可喜可贺一下。要啊！快点啦，我会帮你美肌哦。要。靠。啊、快点啦！不是啊，你这都要拍起来，你要放哪里去？当然是美肌、啊。新民啊，新民 Vlog 啊。哦，新民有不少，不好。好，好了，好了。美肌，我会帮你美肌啊。直接变那个我会帮你用过曝哎、欸。
班女生很猛烈。
该跳进去，然后扔救我。耶，加油！有没有球？啊，都没了。啊！好。
怎么不见了？没了，这场没有了。对，好。我的机器该不会被踢走了吧？哦，还好。他们太强了，意外。空白机哦。啊。入镜一下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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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有关掉吗？关掉了，稳定器也关掉了。它刚一直震动，那就是没电了。哇，然后它已经够大了。好，来，那你帮我丢在那个我的袋子。袋子在哪里？我袋子在那个篮球框的旁边。OK， 你就丢进去，然后盖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哪一个很强？我再跟你 say hello。哪一个很强？哪一个很强？啊，你不知道？你赢还是输啊？赢啊！有人有拍吗？有拍吗？周策，周策，好，我回家看。不要特写。有美姬啊，放心。那周策，他说好像要上去了，把东西给你哦。好，那就帮我丢进去，然后盖起来。好，那应该给你了吧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你说摄影机啊？哎，对，摄影机你不要拿上去吗？都可以啊，直接去拿。一个绿色感觉那个。你放哪里？啊，在那里啦。哎，看电池在周策那里。哇，你做最后 ending 呢、欸？蹦，好了。嗨，赢了吗？赢了，赢了，耶！呀！干嘛？我认识。你这是福少封面啊，对不对？这次
你什么科的？电科的。拜啦。好，我很远就看到你了。你直接丢高啊？不是啊，我今天那个啊，睡过头啊。哦，是啊。所以你连制服都没穿？然后我穿制服啊。屁啊。不穿。哦，好了，拜了。